我们是上人的好弟子。受证后更坚定出发心，未来菩萨道上相互成就。41岁的王婉珍从福田、医疗到环保，边做边学，充满法喜。父母亲是资深慈济人，加紧脚步的学习，受证之后才是承担菩萨道的开始。祝福他在慈济永续，能够哈生生世世一直跟着上人。台戏剧节目传达美善。47岁的张汉明是超级粉丝，许多场活动见面会都能够看到他，因而跟志工结下好缘分。看大家台节目很感动，加入慈济追随善人，慈悲行善福满门，林更新被另一半接应。现在我跟太太是同修嘛，那以后一定会做更多利益人群的事。新发意菩萨们欢喜接受上人的祝福，步步踏实。回金果，一只孤单，一群呢就闪亮啦，生命好极端啦，尤其是无常哦，唔知，所以我会定啊甲大家人讲，把握把握当下，自正因啦，那。自作言呐，自得果。凝聚慈济人的力量，广植福田，上人勉励大家发挥爱心，利益众生。大爱新闻郭燕玲、刘伯明，台中报道。